既然你们已经认定我是妖孽，说我是魔，那我便是魔，就像万劫大叔一样，百口莫辩。 大叔，我现在能体会你的感受了。他们当真是这么怕我，可是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楚儿，给我下来！楚儿。 我一次到底吧！不能让他与魔剑相互感应，快阻止他！停下！ 高强，凡事以他人为重，心怀天下，从未想过自己。我就想，既然师父守护天下苍生，我便守护师父。